来，我要把这边全部都关掉喽。好，来，现在看看你们会不会把全部的都把它唱出来啊？来，接从头。好，把你的乐器拿起来。好，摇摇摇。举手，李白凯杰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凯杰。
杰，这个是什么乐器？小铁。哦，三小铁答对了。好，坐好，坐好，准备。还有这个，还好，这个是什么乐器呢？举手。啊？怎么这么少人举手？没看过哈、哦，它三个字哦。来，谁知道这个是什么乐器？手，一、二、三。一晨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？大牙。不是哦，这个是。提示提示，一个第一个字是手。手指摇。手指，手指对，那第三个错了。好，子瑜你说。好，对，手指板，很好，这就是手指板。好，为什么叫手指板呢？因为啊，它就是乐器，是小小的，好，跟我们的手手手手的一样，手掌心一样，所以我们叫做手指板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唱歌唱完了，接下来是什么时间呢？谁知道？记得吗？记得。最后一天再来考试哦。好，